到了。宝哥，走啊！吴鹏还认为宝哥是神秘人物啊。嗯，宝哥不是，我是，就你是。对。嗯，我不管咋回事，我就知道宝哥和演杨树林，你俩是一伙的。我是好人，我就是好人，坏人我也不会演呢。宝哥一心一意为这个组付出，完到最后歪曲我。不是你这歪曲你也没有用，你看你到时候一晚帮俺干活不就完了吗？肯定不能帮你们了，我得帮自己了，接下来。因为他是自己是一伙的，跟杨树林。宝哥今天伤心了，你们都不搭理他。习惯了，没事儿。那卧底我还得搭理他呀。我刹车吧。刹车。瞅我干啥呀？我怎么说是好人也没有用呢？是不是？我现在说我是好人都没有用，天眼娃这样的，看谁都不要脸。我现在谁也不信，硬过。我到那，我现在就没有队友，到那我就发挥我自己。哥帮你行吗？我帮你不就完了吗？我不用，我找文松，文松跟我是一队的。我知道他对方的这个谁是咱们伙的啊，但是你一直保密，你没告诉我。不是我跟你俩谁没说呀？你就偷摸说一下就完了。有个细节你们都没把握到，那火他是怎么点着的？怎么点着的？我文松点着的。你凭啥给他点火啊？我给谁点火？咱们，我们对方的火，对方火他们自己点的呀，人家没天娃点的，人天娃点的跟我啥关系啊？他们对面也有打火机，这么巧？啊，那我要是那火的，我打个比方，我干哈？我把打火机拿来，我这我给你生火呀？我有火，那我应该给那边啊？那你完全可以拿着火机偷摸的。给他们呢？不是，比如说啊，你就比如说文松是那个特殊人物，他把打火机给到对方，那他知道对方谁是神秘人物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对方还有我们一个人呢。你明白这个道理没？再有一个，我要真有火的话，我凭啥我给他们呢？不是，我凭啥给你们用啊？你俩他怎么还能怀疑到我呢？也对啊。对，我现在始终懵的，我在这上面用脑子，我卷的有点可惜的，我的脑细胞。看咱仨都不太像。对，我怀疑根本就没有神秘人这一说。那不能，你那样的话，那节目组可坑人。根本就没有。那纯玩咱的。那对呀、啊，就玩他们吗？没有。让咱们那个互相怀疑，对，自相残杀吗？就是互相怀疑吗？看着那张照片，跟哪个山对着了？嗯，这些的像。到达目的地附近。导航结束。这是哪儿啊？哎呀，那个螃蟹！螃蟹，咱螃蟹，螃蟹！哎，一号这小螃蟹跑挺快呀！